娱乐圈流传已久的一张最复杂明星合影，人物关系千丝万缕，节操碎一地。赵薇周迅因陈坤冷战升级，赵薇黄晓明是曾经的绯闻情侣，赵薇张子怡花旦之争，赵薇范冰冰还珠新仇旧恨，范冰冰李冰冰双冰争艳。同样年纪的两个人，林志颖和郭德纲都是40多岁的人，两人的颜值实在是天差地别。一番无情秒杀之下，郭德纲也只得长叹，你再不老我们就疯狂了。导演张艺谋早前和众女星合影，忍不住说一声，张艺谋你好幸福哟。只是张导的表情加上陶虹的动作，这简直绝了。鹿晗和贾玲同穿情侣款，看起来是不是很好笑？226厘米的姚明与155厘米的曾志伟，这画面实在冲击力太大。这样的画面就像大象和蚂蚁对话。